龙龙凤凤喜欢翘。嗯。哦，大便。也没有窝窝头，也没有苹果，也没有胡萝卜。我觉得他们比游客还吵。还有小熊猫，还有小熊猫。小熊猫是另外一种物种吗？什么是小熊猫？它有点小，就是小熊猫。小大熊猫吗？哪是小熊猫？还有三个大熊猫馆。三个小熊猫馆。对，大家往上走，楼梯口注意安全，注意脚下台阶。好，你脚上穿什么？欢迎参观小猫馆，里面请。参观的时候大家注意自身安全，不要攀附栏杆。要不要在入口处停留？不要在入口处停留，往里面走，里面的区域也都有熊猫。啊，里面有熊猫好像。这个能吃，从头吃到尾。参观的时候请注意自身安全，不要攀附栏杆。怎么了？拍照的游客关闭闪光灯。一下子。对，四宝馆对参观，包括我们接下来要参观的其他馆的，开始闪光灯。熊猫。这桌子一个，这桌子。给大家边走边参观，我们每个展区呢都有大熊猫。别再说小熊猫，年龄上他们都是最小的。参观完这一三只的大王里面走，可以参观我们国际的大熊猫。这才一岁。对，它不叫小熊猫。它老是大熊猫，大熊猫。乖乖，你吃那么长时间了，看我嘞，刚才。外头凉快了一会儿就出去了。